我是彭元庆，台中人，毕业于台大农艺系。大学的时候偶然就是看到一本书叫做志工企业家，然后其实就在谈很多人，然后他们就是做国际援助的工作，为这个世界尽一份心力。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蛮荣幸的就是有申请到青年大使的这个计划到诺鲁去。那刚好那时候现在的项秘书长呢，他是诺鲁的大使，之后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技术团，了解到说就是原来我们农业科系的同学呢是确实可以透过自己的所长，然后来帮助伙伴国家以及当地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知道外交替代役，是因为我们农学院很多的学长有分享过去他们服役的一些事情，那时候就对外交替代役十分的向往。我看到国会又有在征尼加拉瓜的稻种计划技师，那我就去报考。计划的内容呢，是以偏乡的推广还有路道的工作为主。我自己其实从求学时代就还蛮积极的往外跑的，我家人蛮习惯就是我就是想要到国外工作。后来进了国会之后，他们也一直都蛮支持的，像我爸妈他们也有到中美洲来找我，跟我一起了解实际上我在当地工作的情形。我们替代役的专训蛮扎实的，我印象中大概上了一个半月，可能每天要上8个小时的西文。到了尼加拉瓜之后，因为一开始就直接被派到乡下去，所以我是在一个完全西文的环境之下去生存，就是我基本上所有的西文一开始都是跟农民在学的，所以变成是说我连他那个讲话的那些腔调甚至是用语都是非常农民化的用语啊。当我的农民腔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惊吓，因为看到一个台湾人的脸孔开口就发现是农民腔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亲切，立刻就可以跟我打成一片。有一次也是因为要去访视就是斗杜盖罗这个社区呢，因为是雨季，下大雨的话那个溪水会暴涨，那一天我好像被困到就是半夜2-3点吧，你要等可能水退了要走路然后到对岸去等救援。我记得我就还拍了一张照片，还有投那个公关室国合会摄影展，有被入选当佳作。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国会当时候有想要跟国际热带农业中心合作，当时候经过我们的评估思考，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农业的 APP。因为这跟我一开始在偏乡服务有关系啊，如果农民他们可以下载我们技术团的 APP 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可以有一套完整的栽培建议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我们那时候做技术团就有请就是软体工程师然后还有设计师，发表了之后在尼加拉瓜还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啊。之后不只是跟我们合作的农牧科技署啊，他们的创新委员会后来也是有2年就是邀请我去担任就是他们的国家黑客松大赛的评审。最大的收获就是挑战自己的极限吗？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除了语言一直在进步之外，后来我觉得驻外工作其实真的是很多元啦，我们也是很积极的在做创新。就像我原本是农艺技师，后来开发 APP 之后，大家以为我是 APP 技师，就开启了这个斜杠人生。到后面就是我们总统杯黑客松就是到去年得到优胜，我也会觉得说真正的有把跨领域整合这件事情落实到自己能力的里面。总统杯的黑客松它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那去年的主题它刚好是气候变迁，觉得之前我们跟国际热带农业中心就是 Seattle 的合作的成果还蛮有那个条件可以去参加这个竞赛。黑客松的精神就是要运用国际上的开放资料，那其实很多的国际组织其实他们有提供开放的气象资料，
那我们就实际上是想要把这些开放的气象资料全部整理成一个资料库，我们来做一个大数据的分析，让我们的农民可以在任一个地点，在没有气象观测站的地点，可能透过这个国际的开放资料，大概可以了解到说它的最适的播种的时机。当时候这个提案就我觉得是蛮合整个竞赛的条件，所以我们也获得了当年度的优胜。因为我原本就想做员外工作啦，我觉得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国合会的计划里面新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多，不管是挑战也是学习，然后是自我实现也是一段人生的冒险。在这些工作经验里面，我会觉得或许是更学习怎么在现实的条件里去做那些梦想的事情。